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商业论坛。美国是一个爱狗的国家啊，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被狗咬伤。如果说被狗咬伤了之后呢，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？到底谁来负这个责任呢？今天我们请宋佳琪律师、丹尼宋先生为我们大家详细的分析这个问题哈。宋律师你好，Anders 你好。 嗯，宋律师，我们知道您在处理狗咬伤案件方面哈、啊、是有二十六年的时间了哈，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，有客人被狗咬伤，那您会建议他做什么呢？啊、呃，当然，第一啊、呃，一定要啊、嗯呃、查出来这个狗主是哪一位，因为在加州的法律啊、呃，狗主有责任的，就是不论他能证明他多小心，但是狗还是跑出来咬到一个人的话，狗主还是有责任的。 嗯，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，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问题，出于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啊，那只要是有人被咬伤了，狗主都要负责。对对啊，当然啊、呃，有有些时候，要是一个小偷呢跑进你的院子里面了、啊，被被狗咬的话，那这个当然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等于是在啊、呃，他等于是在想想小偷啊，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，所以很多人。 平常会在家里放一个牌子，就是说小心，我们这里有狗哦、啊，就是他们英文叫 Beware of dog，、嗯、所以大家会放一个牌子警告。这也是不是光警告小通，也是警告有些外人，比如说走到走到你家前面不会跑进来你院子啊，因为因为你知道他们知道说你有一个牌子说这边有狗。嗯,嗯，好，谢谢宋律师的介绍哈。那如果说真的有客人被狗咬到了。 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马上应该做哪些事情呢？啊、呃，有几样东西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啊，呃嗯、一定要查出来到底狗主是哪一位，这是第一第一样。那很多时间呢，啊、呃，你可以报 Animal Control，他们特别有一个每个城市他们有一个呃 division 哈、哦，就是说你可以报，有点像就像车祸你会报警察，这也是一样的，狗咬伤的时候你会报给 Animal Control，然后 Animal Control 叫。 就要看说这个伤多严重。第一，他们会做一个报告；然后，第二，要是比如说狗咬伤很严重的话，有时候他们会嗯会建议狗主要处理这只狗哈、哦，就是要看看这个伤是多严重，然后也看说这个狗的历史是什么。比如说这是第二次它咬到别人，或第三、第四次的话，那这每一个接触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。 嗯，宋律师，在您处理二十六年的狗咬人的案件当中啊，一般来讲呢，这个狗的主人会负什么样的责任呢？会有多少钱的赔偿呢？这个赔偿当然是要依靠说伤势多严重。嗯、有些时候，像我们代表客户，有些是邮差或者是啊啊、嗯嗯、快递的这个员工的人哈啊、嗯，要看说他们。 哪里被咬，然后有没有失去工作的时间，然后需不需要缝针，或者是有没有有没有发炎，有很多很多东西。有些时候很多客户会有疤，然后这些疤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完全的私密，有时候要好几年以后才会私消哈、哦。所以我们有些客户有时候被狗咬了以后，他们会用用那种啊、呃、像 cream 哈、哦，然后慢慢的把他的这个疤给慢慢的吸掉，但是这个不是。 不是一两天或一两个礼拜的事情，有时候要好几年。然后，然后严重够严重的话，有些时候这个疤还不一定会会完全的复原。那没有完全复原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建议客户去找一个美容师，然后这些美美容师会用镭射来来处理这些疤。所以就要看情况。所以每个案件基本上每个案件不太一样，就要看伤多严重，咬的。 多深，然后复原的多久，然后以后需不需要未来的医疗治疗，像啊、呃、这个嗯 laser surgery，就是要看这些情况。嗯，宋律师，为了降低狗咬人的风险以及有可能造成的一个赔偿和损失啊，您觉得狗主人给狗做投保是不是一个常见的方式呢？对，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很非常爱狗的，我很多只狗哈。嗯嗯 啊，um,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，当然就是第一，啊、um,，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链子绑住这个狗。我跟您讲为什么哈、哦？很多人觉得说，我有一只小狗，比如说很多人他带啊切娃娃，切娃娃是一种很小很小的狗哈，几几乎可以在在你的手手里面的这么小。问题是平常大狗看到小狗的时候，它说不定想过来。 呃，咬它，或者是过来跟它玩，你也不知道对方的狗是什么心态哈、哦。那要是大狗要过来攻击你的小狗，你要是没有链子的话，那要是大狗开始咬你的小狗，这等于像你的小小小小孩子一样，你会马上伸手保护你这只狗。所以我的意思，为什么说要用链子？就是说，要是你有链子的话，你能控制你的小狗，你可以避免接触这些大狗。比如说，你看到大狗在前面。 你的小狗在链子的话，你可以过马路，或者是你可以躲避这个大狗的这个嗯，hat 哈、哦，就是不要相差就是两只狗不要对面。但是但是，要是你的小狗不在链子的话，那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，它会乱跑。乱跑的话，大狗就会过来，那就会出意外。这是这是第一点哈、哦。然后另外一点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，当然就是避免这些危险。你要是看到大狗，你就不要不要跟它走同一条路哈。哦 然后第三当然也是做做一些训练，比如说你你有一只大狗，现在不是讲你有小狗，你有一只大狗，然后这个大狗比较兴奋，那你可能要带它去做一些、嗯，等于是去那种 boot camp，就是教它怎么样做一些东西。因为其实动物，包括狗是一个很聪明的动物哈、哦，您教它怎么样跟其他的狗接触的话，这些狗在路上碰到的时候，它们就不会。 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讲 aggressive tendency，不会对他们凶，所以一定要有训练才会能避免这个其他的意外。嗯，宋律师，您觉得呃，为什么要给狗去做投保呢？这是可以降低主人的一个赔偿的风险吗？对，这是第一点，嗯、因为保险其实他们平常都有记录哈，哪、哦、一些狗、嗯。 比较容易咬人哦，就是他们他们都有有记录，然后都是看以前的记录。所以像平常，嗯，当然最最难保的、最贵最贵的保险是 pitbull，OK，pitbull、okay, pit 是就是最贵的。嗯、第二是 rottweiler 啊、哦、，rottweiler 它是很大的一种，然后平常都是黑色跟咖啡色的那种狗。然后第三种是 German shepherd，这三种狗是最最难啊、呃、最难买到家庭保险的哈，因为这是。 这是最频繁的狗咬伤，都是这这这三种狗哈，所以这种狗呢、嗯、特别需要训练，因为其实这三种狗其实都是蛮蛮聪明的狗，但是狗怎么样还是是一种动物，所以啊最好是有训练，当然比没有训练要好，而且让他们接触人跟接触其他的狗呢，就会避免以后任何的问题。希望希望不能百百分之百的保证，但是希望可以。 可以避免以后的问题。嗯，好，非常感谢宋律师今天跟大家介绍狗咬伤人的案件哈。那在节目结束之前，您还有什么想要跟广大的网友去分享的呢？对我们刚刚提到，当然一定要找到狗主哈，然后报 Animal Control、嗯。那当然之后以后呢，一定要赶快请一个可靠的律师来来咨询一下。嗯、然后最后一点哈，就是任何的任何的伤。 你一定要照照相，OK？比如说啊、呃，也不是光当天，当天要照一些，然后比如说过一两个礼拜再照一些，过一个月再照一些，一定要有一个 pattern，就是说照把它照出来，就是让到时候因为这些等于是证据，你可以证明说这个疤多久的时间才慢慢的复原，然后为什么以后要是需要提供其他的医疗、呃、像像雷射啊，像像镭射啊这类的东西的话。 为什么的原因？所以照相是一个照片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、呃、过程。嗯，好，今天非常感谢宋佳琪律师、Danny 宋律师为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狗咬人的案件啊。好，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